长发公主的秘密，邀您共赏小姐不息地。唱原唱，红鲤，红鲤鱼与绿绿鲤鱼与你与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你你与驴驴。又抽，又抽，原唱，换你。红鲤鱼与驴。打击那段你还记得怎么跳吗？我全部都可以跟他们跳。经典的唱跳团体又要重现了，在你的心中有哪一组唱跳团体是让你觉得现在就算他割下去你也会炸起来的吗？ SOS 不就是唱跳团体的那个很前面的很前面的当很红的经典吗？走很前面，搞怪可是又唱跳又是实力派。对，下课，对，下课到现在很多 gay bar 还是会放哎，对，当时 gay 就好嗨，就真的是屁好高。但我在我心中，比如说像是五六 Maggie L A Boys， 然后还有 Energy， 然后当然我觉得现在还持续在唱跳，甚至还办演唱会的五六有谁？五六不能忘，五六很多人啊，五个人啊，不是犹豫啊。五个，但是脑筋一定要后面没有五个过，一定要的。孙协志是不是？孙协志、仁甫哥、孟哲、小刀，你看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赵伟哥啊。啊，对对对啊。可是他明明是五个，为什么要叫五五六六？因为有时候会五个，有时候会六个。会多那个是谁？是吗？应该问本人吧。没有，本人在啊，欢迎孟哲。看你玩演唱会是，所以明明是五个人，对不对？当初孙总是想说五个人，然后呢，他把演艺圈分成六大领域。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偶像团体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唱歌，那跟演戏就是两栖，就对了，很少跨到主持甚至其他领域。是，所以他就把它分成六大领域。所以六大领域是包括演戏、主持。我现在也忘了，反正有六个领域啦，演戏、主持，然后歌唱。然后综艺，那是综艺，然后广告等等的，我其实六个我真的有点忘记。那孙总就很为这边操刀，一些有的没的。对，他就分成六大领域。那其实最早是六个人，然后分五大领域。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后来没出道。但是我们前面培训的时候是六个人，可是后来因为他人生有其他规划，他想要完成他的学业，所以到最后他就选择还是学业为重，对，离开公司。所以五五六六算是中生代红的经典的唱跳团体吧，中生代，非常中生代吗？因为我们是在更早啊，看你有没有把 L A Boy 或者草蜢那些算进去啊？有算进去，那我们就算中生代，对啊，对啊，对。大嘴巴的本主唱。团员居然是前暴走族，我们是近期才知道的暴走族的成员。你怎么不跟我讲？他很好笑哎，对，就是很好笑啊。开玩笑的，隐藏版的好笑。他就是很害羞，他很害羞。对，他以前是偏害羞的。我跟你讲，他第一次拍 MV 的时候，他说有镜头不知道要看哪里，所以就是要戴。墨镜，没有，他跟我们讲眼睛会飘，不是，他跟我们讲说是因为他眼睛是一直这样狰狞，太大，然后他说怕吓到粉丝，所以叫他戴墨镜。对对对，也有这个原因。然后是眼睛很大，就一直看，就很害怕。对，所以大嘴巴是五五六六的前辈。不是不是，我们是晚很多啦。你们是晚辈。Sunday Girls 是我们的前辈。因为我有出道做过两个团体。你也是 Sunday Girl。对，我是 Sunday Girls， 2000年的时候跟马伊。对。全日本人的团体。对对。但是大嘴巴是。大嘴巴是2008年。然后大嘴巴有得过金曲奖，对不对？有得过两次。两次。两次哦。什么奖？最佳组合。
团哎，演唱组合，演唱组合，对对对对，得两次，对，所以主要演唱的是你跟谁？我跟怀秋，怀秋是男主唱张怀秋，还有那个雪士里。那个演戏的现在是演技派的星，是饶舌，对对。然后最好笑的中华是那个 DJ， 最好笑的中华。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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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时候也好经典哦，大家音乐一放，大家一定要在那边一起这样子。你说哪？对，一定要的。可是五五六六的主打最红的歌是什么？我难过，还无所谓。对对对，我难过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歌吗？无所谓是轻快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歌都是搭配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有你想象到嘴边，就是那个时候搭配那个 MVP 情人的片头。所以张明都有听过吗？有，因为毕竟我会坐在这里，其实是我也是算资深女团的代表。请问你组的那个团的名称叫做是？其实也有Sun Lady， 因为我之前的老板是孙协志，就是协志哥。哦，对，你刚刚讲出团名吗？Sun Lady，Sun， I know， 难不成是很伤的伤？不是说很伤啊，我是说 Sun Lady 这个团体有红，应该是没红吧？没有红，但是我们最高成就是上过两次《康熙来了》。那时候是我们人生的巅峰，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就是对面这些女团一样，我们就坐在对面。你那时候几岁？十年前，32的时候。你是说十年前32？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对，三位那个前辈，你们现在对面坐的是现在最新的、最受欢迎的女子团体，没有错，他们是从同一个选秀节目出来的未来少女，嗯，对，然后也非常的热门，然后最后组了几个团体出现，然后七个嘛，对不对？对，然后最终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节目，就是同一个公司哦，你们都隶属不同的公司嘛，对。你知道考验他们自我介绍，就是看得出来他们有没有向心力的时候，对，所以我们要一团一团来。首先，这一团，你们先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幽灵水晶。幽灵是鬼的那个。对对对，幽灵水晶。艾莎，帮我们做一遍。你要说我是幽灵水晶。大家好，我是幽灵水晶。可以，蛮可爱的吧？还有日本腔耶。我觉得很牵强，感觉好像很需要去那个妈妈当妈妈嗓上被捏伤，开瓶最贵的酒，就是在妈妈嗓说，你知道我以前是那个哈，幽灵水晶，每一个年纪都有适合的，对，现在流行这种青春洋溢又可爱，看起来根本就是。你猜他几岁？你猜？我觉得根本就是国中生啊，那应该14吧？14。有人高中了吗？我今年20，这20，他15岁，我21，反而15岁的还看起来更成熟。对，怎么这样？所以你们还是很幼稚吗？还是其实是很成熟的？很幼稚，不是你，你幼稚他，你幼稚的点是什么？没有，他们会陪我一起幼稚，就是例如对。会陪他玩，例如说是，例如说，就是他们会一直撸我们要吃饼干什么的，就是很无聊。哇，这超好玩的，撸人家吃饼干，我要吃饼干。我先说的，我先说的，我先说的，帮谁先说的？谁先说的？你们两个，算了，算了，你是太无聊，我还是适合演这种。不要太少，很多未成年。OK， 好，是，欢迎你们，谢谢。下一对感觉很街头，来喽来喽，很狠哦。好，那就请你们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紫月光。哎呦，哇，手势也是很幼稚哎。紫月光，都一定有一点手势，感觉有美少女战士的那种 feel 哎，那种感觉。抱着你来坐一下，你要说我是紫月光。大家好，我是紫月光。传到了，牛郎店的，牛郎店的，谁点紫月光？我就是紫月光。谁这样？我们谁这样？但紫月光，你们在那个节目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风格？跟大家的分别的话是，
我们比较帅哥，帅，然后可能有点中二，中二，二次元感，意的感觉，对，对，想不到的那一种，哦，就是比较偏无厘头那种，嗯，对，所以你们跟那个幽灵水晶，你们两对熟吗？不错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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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是你们的年纪就比他们大，对不对？其实陈明是对，明显吗？因为你们比较高，19、20吧。因为你们比较高，我先猜猜看他的年纪。我是秘密了。你对烟怂什么？我是秘密了。刚S姐演的那个，不要不要不要。你至少19吧？有啦。几岁？25。25还好啊，但在里面算是姐姐。所以你是所有团里面最大的吗？目前应该是。这边没有 Libby 呢？应该是这边最大。Libby 23、24，刚满。所以你们是23、24、25。对，三四个一起好，刚好。你们的。然后我晚一点就会去这样。好，请坐，谢谢。谢谢。墨镜这一团要不要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大家好，我们是 Twinkle Black。我是郭郭，我是莉安，我是 Emma。你们的名字为什么都是有一种那种好像算命的还是有关的？因为在未来少女，她每个团是有不同水晶，我们有，他们是灰色水晶，我们是黑水晶，紫色水晶跟绿色水晶，所以我们的名字都跟我们的水晶色有关。然后每个水晶色为什么是水晶，都代表着不同的特性跟性格。对，所以水晶这个 idea 是谁想出来的？节目组可能要问三个，但你是站在总想的？他都几岁的人还这么幼稚？张爱雄，我真的瞧不起你耶。对了。OK， 好，最后一团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最搞怪的薄荷水晶 Baby Mint。耶。是 Baby Mint。对，这是 B， 这是 M。哎，这是 P 啊。这是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哦。这是什么？就两个圈 ，baby， 这蛮难的。下面有一个圈，怎么那么难啊 ？baby， 什么意思 ？baby， 然后从 b 大写的 b 啊，两个耶，放下来，对，就很稀罕，好难，放下来，稀罕，哎，下来，下来，下来，这样，下来，你今天嘴巴就是这样啊？没有，他你会比那个吗？是 b， baby， 太难了吧？什么？对啊，好难。你已经要上台了 ，OK？ 你要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 Baby Mint， 你是 Baby， 怎么？你正常要伸出来，对对对对，拿着你要握拳，要握个圈，握圈，对对，这个圈，这样吗？看起来才是 B， 对对对，然后 OK， 好，大家好，我们是 Baby Mint， 你做得出来耶，很可爱。刚刚很难，是很难，有一点难。张敏，你应该很容易挑战吧？这个我刚也是卡很久哎，快，你要上台了，预备，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 baby， 什么？baby mint， 有成功吗？有了，是梦者你会？梦者你会吗？大家好，我们是 baby mint， 这个真的很低很难比哦，低哦，如果一不顺手会变成 P 啊，我，对啊，我一定会的。大家好，我们是贝。刚刚那个要消音，哇，这是什么？我这一根没有翘起来。对 ，Baby Mint。对呀。这样想起来 ，Twinkle Black 比较简单，他们只有这样的。你们同一团的不是吗？黑色，你也是黑色跟墨镜。你现在把他们四团的手势都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搭配他们的团名。好，从这团开始，三二一。薄荷嘛，幽灵。幽灵，对不对？不能问，不能问。OK， 大家好，我们是幽灵水晶。Thank you.
大家好，我们是 Twinkle Bell。快点快点，五六七八。大家好，我们是。我们是。你刚刚真的很命哦。超难，那个这个超难的。哔哔哔哔。这是高速的拍照才发生的 pose。Baby, baby, 这是什么？命，是叫 M 了，两个倒立。我还可以主持吗？我们休息一下好了。是这样子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观众啊？难哦，真的很难记耶。可是你们现在的粉丝一定都倒背如流，对不对？对啊，这样子最搞怪的倒背，哦 ，Yes sir， 哇！你刚刚在做什么吗？他刚刚做什么？这样是正的，这样是倒的，所以倒背如流。倒背如流。哇哦！哇哦！我们要直接讲讲宣传的事情啊，我们来化解一下这个很尴尬。这是什么啊？告诉大家。哇！那我们呢？即将开启这个募资计划，会有我们三位团员跟其他三位，舒韵、子萱还有云静。那只要达到募资的金额，我们就会出全新的单曲跟 MV。然后这个计划在10月13号会正式启动。那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追踪我们的官方 IG Crystal Official C R Y S T A L 底线 O F F I C I A L。其他的详细资讯都在里面，欢迎大家追踪我们哦。耶，谢谢。你们募资已经开始了吗？11月13号，还没。对对对。刚不是有门有那个坎吗？有说多少钱吗？有，那个我们的官网都会有。官网都会有，你看有人听到，如果你们募资成功，可以出单曲得考啦。现在做团不容易，你知道吗？没有，突然很想我女儿，什么意思？我讨厌我女儿，也跟你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年纪。我很想回去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不会为难我，叫我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真的哭哎，真的哭哎，因为我真的很懊恼，我做不出来那个 B， 飞机。那以前的那个前辈们，他们要当唱跳的那个团体，要经历多少的磨难？对呀，哎呦，你要不要先闹几个吓吓他们？那时候的乔杰利出了名就是评比嘛，对，评比就是从后来是每个月，但其实我们在个人那个时候真的很相识，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对。然后你我那个时候1到5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根本没时间，没有心情上课，因为我就在想我礼拜日的时候我评比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忠孝东路，现在是那个 Zara 的那一栋，以前是健身中心，然后我们在那里是租了他们的教室来做排练。我从 SOGO 走过去的那个路上，我都很想死。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就是觉得，那个时候你1到5上课，然后你知道放假的时候你的同学全部都在外面玩，然后你走那条路，你就知道说好，我中午的时候要到那边排练，到那边训练。当你走出来的时候，是外面的店全部都关了。哎呦，排练到半夜哦。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他就有各式各样的练习，有舞蹈，有唱歌，然后有综艺等等的，然后有演戏。综艺怎么排练？他就会把当时很流行游戏节目，他就会把所有现在节目上玩的游戏节目，然后直接玩一次。比手画脚，在现场吗？在现场玩一次。在教室里面。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游戏怎么玩才会有效果，然后连游戏都要彩排。对，然后你玩完之后，他们会直接拍完之后给你看，给你看说，哎，你刚刚的表现怎么样，可以更好。然后包括舞蹈也是，对。然后后来我们准备要出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一直排练，然后排练到。盛峰老师跟蓝波老师都开玩笑说，原来你们叫556是因为你们每天都要排练到5点，早上5点或6点。真的会到早上吗？真的到早上。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有一个很老的梗，就是说，早点回来。OK OK 啊，我吃完早点就会回去。我们那时候每天都是这样子，就是。所以你们到真正成军5566，然后可以上台表演，前面要经历过这么苦的日子哦。对，就是每天一直都是排练，一直排练。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舞蹈也是。
要求每一个人的动作角度啊，手摆的角度都一样，只要有一个人不对就重跳。团体一起跳嘛，你可能会觉得说 OK， 你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你觉得大家是在看整个团体，对，所以他们就会把其他人全部拉掉，就是每一个人 solo 整首歌，哇，然后就拍下来，然后拍下来就是要看谁跳得好，谁跳得差。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要看你的表情有没有自信。你现在还能跳吗？还可以啊，我还刚演唱会，刚办完演唱会，身材还热的，来一小段唱的，然后有表情是帅的。唱，因为我现在竟然做不到表情管理，一边跳。好，不然就是刚刚那首，就是我们那个第一首的快歌好了，好无所谓，对。要看歌，看叔叔怎么表演。看叔叔，这节目是流行就是干跳，是不是？不会有这件事情。你都 OK， 还是你真的需要？没关系，没关系。你心上是 OK 的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那不要挡到我的镜头。那我在您后面跳。不行，我要在这边跳。我要看我的表情管理怎么样。好好。好，那就开始。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嘴边的余味，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去冒险。哇！那首歌的氛围啦，如果是开心的，你就要对，你是很温馨的微笑。然后就算是你跳错的时候，你也要微笑的看方法。哎，旁边的人站到哪里了？哦，好。对，所以如果是酷的舞的话，就是摆出酷的表情。对，有一次最尴尬的是，我们有一首歌排练完，因为排练的时间很赶，排练完隔天马上去一个跨年吗？还是什么的表演？然后我就是一个 ending pose 完之后，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 pose。然后因为我这样 ending pose 完之后，我抢拍了，我就先做了。之后我发现不对，那个拍子还没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顺手变这样，然后就是一个很 K 的姿势。但是那时候就要秉持一个，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所以就是很帅的做错 pose， 大家就以为你是故意的。就算你走错位置，你要很有自信的站错之后，他教你们哦，他教你们。他很有自信的站错之后，可能人家就会认为是别人错。Okay, 所以你们等一下表演的时候，无论是唱错还是跳错，都要装没事。对，因为其实观众不知道你们原本的表演是什么。没错。对，所以当你露出了尴尬的表情，那他们就知道你做错了。但如果你没有露出来，他们可能不知道。一点小错误需要说，看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哎，一点点小错误不用。不用吗？对，不用不用。就是如果只是小错误的话，不要喊说可不可以再一次。那我会骂脏话。对，不用骂脏话，不需要啦，不需要啊。好，那接下来，毕竟那个现在前辈先示范一下，对，来自大嘴巴的艾莎，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唱跳的表情管理吗？像大嘴巴有那个男生跟女生吗？对，我是只有女生，所以我就会要求动作不要太闷，还是要有女生的口音，然后就是可以一边唱吗？就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耶！类似这种的，管理的很好，就是因为很甜呢。表情就因为我有被讲过，公司说，因为我就很豪迈的跳完之后，他们跟我说，那个大姐真的有点恐怖，你说表情配上动作，就是因为我很嗨呀，我就觉得很开心表演，就耶。然后他是动作太大了，女生还是要有优雅、可爱的地方要有在，因为毕竟团员其他的人是男生，他们就可以 man 的部分交给他们。对，所以就还是要把女生的特质要表现出来。那怀秋怎么跳？他就是可能手动作脚会比较开吧，就是像我的话，比较没有媚。就是老师教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脚怎么样，但是我会注意脚要这种，或者是摇会有点出来，然后就是表情脖子的那个线条会，线条要拉长，对。但是这样子男生就比较不会嘛，男生的话就是可能比较简单。有些男生很会这样子，你应该是你啊，懒鸡懒鸡懒鸡。也有啦，好，这也是前辈的那个建议。如果你们是走比较那个女性路线的话，可以就是可爱一点。是，你是不是也组过团？我组的那个是在讲段子的。可是你
你不是一直声称自己有出过片吗？还是出过什么东西的？那单曲。不是你一个人。我跟朋友一起唱，可是就是那个没有舞蹈啊。那你毕竟也是有组过团啊，你有没有什么要教他们的，分享一下？哦，这个很重要哦。就等一下表演的时候，真的不要太前面。好，我是讲真的，你知道很多表演的人，他一嗨起来，他会忘记他原本的走位，因为这里不是你们熟悉的场地。每一次到别的棚去表演的时候，很长，就是走一走，喷太前面，那个镜位根本带不到，或是带一些很奇怪的角度，你回去他会很后悔。没有了，有些摄影师会直接会喊说：“后退一点呐、啊，看前面了。”对，以前那个年代的摄影师很凶的，对对对，太前面了，很凶，你知道赶快。可是还是笑着，因为摄影师的声音收不进去，因为我们也是假唱，因为都直接放音乐，对，很忙，对。所以你看敬畏也很重要，毕竟他们现在很常在节目上面表演。我觉得整齐度很重要。好，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四位女团呢要来致敬一下下。我们那个刚说出来经典的唱跳团体没有错，所以我们第一组要欢迎到的是精灵水晶，你们要带来的歌。对，一定要的。欢迎你们再一次。第一组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幽灵水晶。是幽灵水晶。哎呀 ，Party Lady！ 好可爱哦，青春洋溢。感觉不出来，没有那个主唱担当没来，对，还是很不错啊。谢谢。所以前辈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可爱，而且他们的肺活量很好，都没有很喘的感觉。对对呀、啊，我觉得很厉害，谢谢，很厉害，可爱可爱，对。叔叔呢？哎呀，很棒很棒，看到满满的青春洋溢，胶原蛋白。真的，你会觉得有种那个很想要落泪的感觉。我不知道现在看到这么年轻的女生，我就会幻想说，我女儿长大之后应该就是像这样。你女儿现在几岁？三岁啊。叔叔，不是，我们还要等很久。幻想啊，女儿长大之后，对，所以是有种在看女儿的感觉，对对对。OK， 我觉得表现得很好，很棒，谢谢，赞赞，谢谢。如果要表演的话，就轮你介绍喽。那当然喽 ，OK， 对不对？接下来不要一直使眼色。我跟你讲，接下来要欢迎到这一组怎么样？帅酷的团体，嗯哼，他们的名字。就叫做是手势紫月光。
什么东西在裤子里啊？风在吹吧？不会，等一下，风吹完会变色吧？哇，这是哪一团？难道是传说中的5566吗？是谁在挑动我的神经？冲动驱动，有人无雷轰顶，什么交接？我怒吼冲天，忍耐总有个极限。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鼓起傲气，霸气背后呼吸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多点厉害。在电光石火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什么才能答应好这场战役？你下的够不够重？这下个片甲不留，是敌人是朋友，风雨变色，天亮起就要融合，你推陈都在看懂，在自己的最顶尖找一个出口。哎呦耶耶耶耶耶，干嘛我的手嘿嘿嘿 jump jump purple crash 耶耶嘿，哎呦咚咚哈哈，要打训练武士打的歌嘛，对，紫禁之巅，你就是5566啊。对，他们刚刚说一起唱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唱哎。我有跟着唱56的那第六个人。你有跟着唱吗？我有跟着唱。我在看你根本嘴巴没有一点点打开。你回去听看播出知道，我真的有跟着唱，但因为他们改编过，我唱错段。他们段落有调整过，有调过。他们说一起唱，他就跟着唱，我就说我不会唱，然后我说你要唱，然后我就看你这样。有，我有跟着唱，但因为我发现我唱错段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没有改。他们的舞蹈是你们真的舞蹈吗？是你们是原版的那个舞蹈，歌前面第一段副歌是原版。开头，我们看那个 MV 的，对，糊糊的那个 MV， 对对，哎，糊糊的 MV， 原来有这么久，480P 最高极限，修复完还是480，最高是而已，240太低了。你可不可以在他们前面陪他们跳一下那个糊糊的？不可能跟原唱吧？等一下，我真的忘记这个版本。你没关系，你教教你啊。我只教前辈，就是前面那个原版那个 open。我只记得差很多演唱会版本的，对。那还是孟哲跳他演唱会版本，然后他们三个跳他们刚刚会的版本。好，有重复，你们副歌是对的吗？前面副歌第一段，副歌也不一样。我们副歌，我们舞蹈全改，演唱会的版本舞蹈全改。就是不想跟他们一起背。不是了，我真的忘记了。忘记？那不然你们跳，我饶舌，帮你们饶舌，好不好？哎，哎呦，还是说你们有那个副歌那边那很简单呢？你应该可以跟上吧？勇气下的功夫够重。等一下，我怎么觉得是第一次看过这个舞？杀个片甲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雨变色。我真的完全没印象这段舞蹈。这边是一样的，风雨变色。好，那不然就风雨变色。风雨。我没有了，没有吧？你跟博宏，你可以风雨变色嘛？不然就一起。哎，拿出5566的态度。Center，不要了，我只有四个动作 center， 我前面多干啊。对，我从到尾立在那里，然后等最后的风雨变色。没有，他们跳一小段，然后你就很帅的走进来，然后就有风雨变色。那我们就从我知道了，音乐照播，然后只要一有风雨变色，孟哲就要进来。风雨变色，然后就不会跳就走，不会跳就走。对，然后就很帅，很帅，离开很帅进去，好不好？继续，
你刚刚那很窝囊。那那这样，身为前辈应该有个特权，可以一次重来吧？没问题。还有这次要帅啊！要帅要帅！你知道这个 attitude 进来，然后就一起做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敢这么好骄，这么骄傲，这才是前辈该有的 attitude。对，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很有自信。对，这是你该讲的话吗？对对对，脸不能慌啊。你刚刚，我觉得敢在那个五五六六的面前表现这首歌是很厉害，我们也很紧张，超紧张的。好，你现在情绪平静了吗？可以讲平吗？哦，我想一下，刚刚做的。光明变色，光明变色。因为女生要挑战男团呢。对，其实我觉得他饶舌本来就很累的一件事情，就是饶舌要边跳舞，嗯，对，然后要有那个态度，我觉得很棒。你是不是还没回完？还没回完？不是，我现在想到的只是刚刚表演的自己有多丢脸的一段。对，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把原本的歌曲还原，然后现在其实真的很难。你看影片，然后真的很不清楚，真的很不清楚。然后看影片一段一段这样子把它拼凑。而且他们是女团，可是却跳出男团的帅气。对啊，对，很厉害。对，我觉得有符合他们的这个紫月光。对，紫月光的那个风格就是比较率性一点的感觉。OK， 获得那个本人的赞赏，原唱哦，谢谢，很高的评价，谢谢，谢谢你，欢迎下一组，非常的手势很简单，你一定记得，就是他们了。下一首表演的是黑曜精灵吗？暗疮八卦谣言的你还有白兔，没有有没有心就心风就风，只想打针没人懂，有没有不要再问了，你真的很啰嗦，我跟他到底有没有牵手，其实你其实你偏不说，有没有喜欢你，要你猜过了头。怎么了？怎么了？哎呦！红鲤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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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鲤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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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唱原唱。红鲤鱼鲤鱼鲤鱼，我跟你鲤鱼鲤鱼。Come on, everybody, 跟上来 1, 2,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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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太有创意了，这是唱了一首原唱在现场的歌曲。我的妈，那歌红吗？我是说我后面那首。I know，红了。你也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对不对？我知道那时候是配合那个电影出的嘛。电影叫什么？电影，那个他们说赶快。电影叫什么？啊，我开玩笑的，痴痴的爱。哦。那有什么好忘记的？所以男主角是谁？康永哥。我知道，开玩笑的啦。康永哥是什么身份？康永哥是导演。OK。我记得。所以刚刚那一段你应该可以跟得上吧？可以啊，因为那一段我们还只拍到汉典而已，还没有拍。你还那时候好像我们还不认识，不认识。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你要跟我致敬吗？好啊。红鲤鱼绿鲤，原唱原唱。红鲤鱼红鲤鱼与绿绿鲤鱼与你与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你你与驴驴。又抽
原唱，换你。红女绿女女。女你废个屁呀！你是原唱，我为什么不是？你年轻人脑子好，不就是口才 OK 吧 ？OK， 再挑战一次。好，来，红红鲤鱼，绿鲤鱼，与你与驴，再顺一点，哎呦，再顺一点，红鲤鱼，绿鲤鱼，与你与驴，加油！他们刚刚要边念这个，然后又要边跳，还跳舞。他们的舞是自创的嘛，对不对？对对，很厉害。厉害，而且前面又致敬那个白兔。对，跟我一起跳吗？我们刚刚都已经这么丢脸了，还要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豁出去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好像要来点好玩的创意一点，但其实我们的团的定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酷的，是不是？应该是很优雅、很 lady 的。那算是很大的突破哎，为了你，可是我觉得很加分，谢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表演，是，谢谢，厉害，因为我觉得团体就像你们五六是能唱能跳，还会要耍宝，综艺也行，对他们刚刚就是有一点那个综艺魂进去，对，又放得开，全方位，是，谢谢，好，让我们拉回主持人的气势，嗨，最后一组要表演的是。不，Baby me，Baby me， 没有，你那个角度看起来是 P， 要反过来，左右手相反，这样子，对，啊，这也是这样子 ，S 姐对，我们好像好像有一点 ，OK， 来，下一首，下，拿出，哎，我们要 hold 住全场 ，All right， All right， 最后一组要上场的是 Baby me。这首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嘴巴吧 ？Oh my gosh！ 垃圾。跳过这些距离，不喜欢的交际，我态度帅，心想的所有的禁忌。跳过这些把戏，不喜欢游戏态度僵硬，我要就要有勇气。你就是你，好危险。你就是你，无法暂停。你就是你，躺在塔里，我被带关有关系，因为你没关系。是你们的舞蹈吗？对，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他们把所有的全部都 copy 起来cover 得很好。所以垃圾那段你还记得怎么跳吗？我全部都可以跟他们跳。等一下，是太多了。对，太多了。可不可以就只要副歌两次？好，可以。原唱在 C 位哈。真的吗？你们要怎么排？你们要排一下，这样子，然后其他三位站在。你要想要演那个怀秋啊。那谁要演中华？再刷碟，想要演中华，这样 OK 吗？这样是 C 位哈，他是 C 位没错吧？好了，我在后面当中华了，我不跳。
这样当，你要这样背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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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好，快点快点，原唱一起，老师，大嘴巴。很年轻，很赞，来演唱，你刚刚也很赞赏他们，对不对？对，好，那你要介绍一下他们是什么团体？他们叫配合手势 ，Baby Me。你怎么这边这么灵活啊？我一直在想刚刚。OK， 谢谢 Baby Me， 谢谢 Baby Me， 谢谢。除了新的那个女团有四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们。是，谢谢。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